Java is not bad. 可是每次你们讲别人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做什么，我就说哎 ，Come on， 他们不知道我腿这样子吗？他说没有人知道，然后我就只能很可怜，一个人在医院里面这样。我开刀时间大概有11个多小时，快12个小时。然后我不想讲，我讲一讲哭，留到演唱会才哭好了。我们当然会有演唱会啊，我跟你保证啦，所以不要这样逼。我不知道，可能也不要做了吧。反正做演艺圈好累哦，就一天到晚被人家比较，真的烦死了。我单身哦，可以大家去来追 ，please。可是我现在有点嫁给音乐了，反正请追我。那你现在知道为什么 Elva is back， 但是不能 back， 原因是什么吗？你们知道我很辛苦吗？今天我还在想我要不要翘课，因为很累。他就是要我去做很多那种举起来啊什么，然后明明就很痛。所以我希望大家知道说 Elva is not back。Elva 在这回来路上，就是我的脚可能跳了40年的舞了，所以我的脚。就是已经有点不是我自己的，其实你们给我的压力也变成一种助力。可是每次你们讲别人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做什么，我会说哎 ，Come on， 他们不知道我腿这样子吗？他说没有人知道，然后我就只能很可怜，一个人在医院里面这样，已经埋了6个月了吧？因为我不想让你们担心，我知道你们很在乎我。开刀开始。很辛苦的，就在医院，什么人不知道。然后我就去做所有的复健。我开刀时间大概有11个多小时，快12个小时。然后我不想讲，我讲一讲哭，留到演唱会才哭好了。真的，我不能讲。反正重点还在进行，在努力。现在讲了，感觉好像你们以后都不会来了，都看不到 Elva 以后怎么跳的会很好这样。我们当然会有演唱会啊，我跟你们保证啦，20几年之前结束之后一定会有演唱会，所以不要这样逼。我不知道，可能也不要做了吧。反正做演艺圈好累哦，就一天到晚被人家比较，这样烦死了。我也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多一点时间，很谢谢你们一直在爱我。然后也不想让你们觉得说我是让你们多等，也希望你们可以理解。然后这些理解之后，我就继续努力，我一定会让他好的。